400严思琪在。开台王严思琪于1621年踏上古笨港，鼓励汉人拓垦水林北港地区。今年适逢严思琪登台满400年，云林县政府举行开台400年1621大航海时代严思琪系列活动，由三金设计师方旭中亲自操刀主视觉。系列活动内容丰富，彩绘故事墙于11月6号在北港糖厂外停车场举行揭幕记者会，故事策展则于10月29号正式开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音乐剧、文化讲座等活动。云林县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县市哦，那我想不只是个农业大县哦，我们的历史定位，我们今天就要定位台湾的整个开台的这个历史，不只是宗教信仰的历史，包括我们整个农地的一个开垦哦，农作物的一个生产就从严思琪开始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办了这个活动。这一次很开心可以受邀来设计这次的主视觉。那主要还是以一种勇敢探险，然后带领大家一起迈向未来，然后也希望这样子的画面能让更多人对于云林然后充满期待。彩绘故事墙位于北港糖厂停车场的围篱，由云林在地艺术家与北港水林在地20所学校上百位师生在白帆布上创作，全长 162.1 公尺，呈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历史。我们主办单位这一次给我们的主题，我们分配到的就是要讲述严思琪带汉人来到这边创立时代。在找资料的过程，我们会发觉说严思琪的故事真的有一点很感人啊，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会有一点心酸，把它融合在画面里面去。我们非常高兴，就是说因为这个艺文的活动会找这样的处理结合的方式，就会把我们的历史的情境融入在我们的艺术的生活领域里面，让大百姓跟人民能接触这个，就是说艺术可以很平民化。在大航海时代，严思琪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，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拓垦，被尊为开台王。开台400系列活动用想象、故事、创作及艺术带领民众去探索土地，欣赏与了解台湾生活样貌。中正一报杨杰林、黄新慧云林县报道。